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去年的话，威济是杀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里面，但是只拿到了亚军。然后比赛结束以后，其实你在场外，然后其实我在你边上嘛，也不怕跟观众说，其实当时我看到你好像有流眼泪了。应该来说亚军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，能拿到这个国际邀请赛的亚军的队伍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。但当时好像你显得非常的沮丧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当时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，然后第一次来西雅图，就觉得打进决赛了然后输了，就那种好不甘心感觉。现在回想起来还好吧，因为毕竟打了第一届，拿了第二。今年过来之后，自己心里给自己定了怎么样的目标？还是冲着冠军去？冠军肯定都想要嘛。但是 TI 要一步一步来，不能打之前想着我是来拿冠军的，这样给自己或者给队伍压力太大了。可能会发挥不好，所以都是一步一步来吧，每个队都是一样。那你给我们谈一谈，就是说你感觉这个版本和去年你参加 TI 时的 DOTA 2的版本，在对比赛整体的影响上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去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快速的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打法，包括威济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打法拿到亚军的。那今年现在的这个版本，你感觉比赛会更多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去年那个版本推塔的收益很乐观，就是塔的钱很多，然后经验也比较多吧，杀人，然后你推进了让对面来接团，你如果赢了团，那么你的那种优势就会累积下去，就是类似那种滚雪球。但今年 TI 前这个版本，它比较崇尚发育，然后可能 SFOG 比较希望那种十个人都比较肥，然后来打团，那种比较好看的场面。推塔其实说到也挺重要的，因为不能违背这个游戏的本质意向，就是还是要推塔，但是推塔的钱没有以前多，然后杀人的钱也没以前多，就是你要把推塔和发育结合好。奖金相比前三届的国际邀请赛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，然后今年的话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提升。那去年你们拿到亚军，其实这个奖金的数额也是非常多了，能不能跟我们谈谈，就是在去年拿到了这个亚军的成绩和荣誉之后，因为相对在 TS 之前你可能不是那样有名气，或者是没有收获过这么高的奖金，就是 TS 的这个成绩给你生活有没有造成哪些变化？那些奖金你都是怎么去使用它们？然后当时钱就取不出来嘛，因为他没有给我们那些奖金的那些说明，就是银行不让你去兑换，一年只能换5万，当时那个钱就没动。然后一年换5万给我妈，一年换5万给我妈。给我妈买了一套房子。买一套房子。不是给我妈吧，是我把钱给我妈，然后我妈去买了。如果没有拿到冠军，怎么样的名次会让你觉得没有遗憾，或者说你自己能够接受？如果没拿到冠军，起码前3嘛。前3。这算给自己或者给俱乐部算是一种比较好的交代。因为俱乐部为了团队就是也做出了不少贡献，就挖来了豪和三兵，就也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吧，然后大家都希望能拿到好一点的名次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。